共暴行，谴责中共集权，谴责中共集权，立即释放李宇轩，立即释放李宇轩，释放李宇轩，释放李宇轩。今天下午，香港边城青年在台北发起春港游行，要求中国立即释放被逮的12名港人。两个月前，12名参加反送中的香港人疑似在偷渡来台的时候被广东海警拦截逮捕，而今天就是他们被中国秘密关押满2个月的时候。张明玉无罪，张明玉无罪，中共释放张明玉，中共释放张明玉。而这场游行现场聚集超过3000人，身穿黑衣，拿着黄伞，准备前往香港经贸文化办事处表达诉求，其中不少名人也表达支持立场。释放12名港人，香港加油！香港加油！释放12名港人，释放12港人。游行诉求除了要求中国和香港政府立即释放12港人外，还有今天不再出来，我们明天就再不出来。突发中心台北报道。